是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大会的休兵日，所以想要知道这些少棒小球员们没有比赛的时间都在做什么吗？我们今天棒球周报就要带大家来突袭检查，看这些小朋友素颜，是刚睡醒的时候的可爱模样。这是谁啊？对，加油！加日本队啊！加油，喊声一下。